对呀、啊，他亲一个，他亲一个，发自内心的喜欢哦，是不是？那小辫本来谁给你扎的呀？正好看呀，妈妈给扎的。你想，小辫辫儿，嗯，小水辫儿。喜欢凤仙儿，一瞅就中国，外国孩儿，中国孩儿啊！啊，对，一瞅就看着是凤仙儿，不知道咋，因为头天天是不是拿着他，我觉得看当个小把戏玩、啊。我觉得又不他妈，但是他看不出混血，就以为是个白人小孩儿。对对对，所以好多华人生的小孩带几个人说，哎呀，这些保姆带孩子来了，其实都是华人妈妈，人家就是华人跟其他种族混的都不像华人，是的是的，不是中国人，好像好奇怪啊，他们老外的情绪大一些啊，你不像人家，你给他单独的带，他就不说是混血，他就说纯白种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华人跟其他种族就混的不像华人，他现在就看光直接瞅哈，那毛都是白的，毛全白的，啊这。你这一层一层，嗯，白的，看清楚了，啊，这头发是黑色，这毛都是白的，身上这个毛都是黄色的，亮光，亮光反光。他爸爸，他爸爸就是那长毛，就是那白的。他头发一撮长，嗯，人家一个爸爸，都是个美国人，搁家一家的都是中国人，啊，习惯不？也不，你说也不习惯，也习惯，为啥呢？不像狗走，他不要狗走。哎呀，我这是考的一整，可热乎了。我离远一点吧，我不好。你不能他这里对，但是你咱吃别的是这里。